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为您讲解第16届农星星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第13局的对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连笑七段和韩国的金智熙九段。这两位选手呢，可以说都是非常顶尖的高手了。金智熙呢，是韩国的最后一名选手，也是他们的主将。那么连笑呢，后面还有一位石月，是我们的副将哈。那么今天这盘棋呢，如果说连笑能拿下刘老师哈，那么农心杯我们就带回家了啊。那么金智熙呢，也是肩负韩国棋迷的这个重任呢、啊。当然他们也希望能把农心杯给拿下来啊。那么这盘棋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直接进入棋局，刘老师？好，我们来看这盘棋，请大家欣赏啊。金智熙黑棋。对。是T6目板的黑棋。对。然后。连笑白棋，这个棋呢，我就看了这个棋谱之后啊，我觉得他们怎么老是下这个布局？这个金智熙这么喜欢是吧？是黑棋下这个黑棋黑布局啊，下过多次。嗯，我而且他是屡战屡战屡下。哦，就是下得很熟了，意思。下熟了，当然这个布局他老输。啊，他当然还下，就是这样。虽然胜率不高，但是还是喜欢用这个布局。前面多少手呢？就像背谱一样，就这个下法。他喜欢用这个。我认为我光讲棋都讲过几次，很多盘了。我就觉得他这个棋啊，嗯，我不赞同他这个黑棋，但是他这样下法，那面过去是二连星，现在变成小目。过去二连星他也这么下。黑棋靠起来。小目，哎，他就是靠这个。我说是应该靠这个。哦，你觉得应该靠他？他靠这个。嗯。那么这个棋就这么下，太简单化了。嗯。黑棋这么早啊，成这个目。搬一个。对，那面是压掉，把那个走掉，对，把这个定型成这样，他下得很熟。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黑棋并不好。不怎么样。这个布局这么简单走的话。虽然很厚，但是你局部就这么点儿，就这么多目的全局还是那面大，总的来说，愿意下白棋的这个布局居多。哦，是这样。但是他，屡战屡败屡下，还是要下，继续比较任性，现在说法啊，但是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还是认为他这个不合适。哦，对，这个黑棋这么下法啊。以前讲过这个布局，就是太凝重了，太死板了。可能黑棋的速度是不是不够？对，黑棋是要进攻，要把布局啊下得开，能够主动。啊，是的。这么一点白棋很好对付，知道你这两招的话，我自己后面把局面打开，你的贴目，当然这个贴六目板啊。对。那六目板我也认为是白棋好。这是白棋的好布局，你不会亏。可能您拿白棋，您觉得很高兴，然后下。我会乐意，可后半段有可能下不过，但是布局我还是觉得不错。这样可以的，白棋、黑棋这个下法呢，这是多次出现。对，他下的很多很多，而且都是成为他的一种布局。嗯、这个是不是他对这个有什么？说法我也不明白，但是下到现在，之前是这样的棋，他跟古力输给古力是这样的，哦，是这么棋，黑棋走成这样，嗯，他就这样的布局输了好几个人，好几盘，哦，那他还是要下，还下是吧？现在呢，小木。他继续输，他还想下一次是不是我们讲棋是不是还要下？他是看来就是比较有个性。对对对。那么我们来继续看。嗯。这个年轻啊，有资本有个性，也是有利有弊，我觉得。白棋下了一个一间高家。一间高家。这个棋一间高家、二间高家这都有啊，这都是。我怎么觉得这一间高家好像已经很古老了？现在都下的很多就是一间低家白棋。啊，这样啊。啊，对。一间低家、高家哪个是一定好？没有，对，没有定论，没有定论，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棋一定是这个好。但是呢，这个形状配置啊，有的各有说法。如果性格缓和一点，可能这个居多。哦，二间高家，这个居多，就是说不那么硬朗的话，嗯，这个呢，喜欢实地，也许这个，
一间地价。二间高价，这个我觉得如果对这个特别熟，一间地价一间高价也可以。嗯，我可能这个现在的话，哦，是这样，有可能这个二间高价，有可能放在这儿。就下了一个意见，这个应该行，这个可以。对，靠一个定式，这都是常规定式，走这个。嗯。那么直接唬在这儿。对。连笑。他连笑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一名棋手。他94年出生，今年是21岁，比这金志熙呢是小5岁。那么他在国内呢也是夺得过会计赛的冠军，就阿含铜山的冠军，同时在中日的对抗当中是战胜了村川大介，夺得了这个中日对抗的冠军，所以他的会棋是很强的，而且最新的等级分呢他是排名第11位，所以他的实力是已经得到大家的公认了，可以说。连笑这个虎一个看似委屈，这个棋呢看似委屈，但是后发力比较强，这个黑棋搬一个，这交换这个都可以啊，交换一下，怕以后来不及。对，这个棋呢是白棋后在里面，但是它你如果你比如说你要在这儿，那么它这个以后尖一个，这个里面你受进攻黑棋。对，是白棋进攻黑棋，不是进攻后发力，不是黑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也不要走这个，走这个他这个棋会走在这儿。对，这个时候就因为那边特别厚，他下了一个虎口，对，所以你这个封不住他，他能够硬冲出来。是的，你如果给他走了，这个就是反而白棋攻黑棋。嗯，是的。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黑棋的靠断是很有利的。嗯，对，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对，我觉得定式以前就这么下的。如果这个时候不靠断，怕来不及。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如果你这么打。我走这个，你粘上呢，我要爬过的，拐过，拐过，这样呢，我会这样，这样呢是白棋它轻松转换，上面给你了，对，这白棋也不太好，你断打我就给你弃掉了，是的，是的，不要上面了，你这个如果你只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比如说就算这样的话，我吃掉这个黑棋就愿意，这白棋好像没得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靠断是。黑棋开怎么选择？嗯，这普通定式是不是白棋会长出来，或者是打了长？对，长一个是最多的选择。对，好像下的。而且我很的，因为这个配置，我觉得长一个是比较稳重的。嗯，挺好，是吧？挺好。长一个呢，你这个时候你打，我再拐吃算了。嗯。这个配置呢，你看拆三，挺好。对，黑棋提掉。提掉。有时候好。哎。那么白棋，您现在跳吗？还是这个棋你可跳或者可以走这个？也可以走个别的，这个这个都两个选择都可以。是的，这样我认为是白棋挺舒服的一个选择，这个配置很好。这拆四，这距离刚刚好。对，这个连笑，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不这么下呢？这么下不是很简单吗？这个棋要么就是说黑棋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长这个，长这个呢就是说白棋有一个这样棋。就这么打哦，我觉得，但是呢，这个这样打的话，可能是现在黑棋还挺愿意吧，就是说黑棋走到外面去了，就黑棋就这样了，也许黑棋会长这个来进行那个什么，下个别的走法，对对对，至少是，他可能也争取。走个选，这么就白棋挺好的。对对对。所以，但是我觉得长是可以考虑。就白棋长了是吧？就是觉得这个配置确实挺不错的。长一个不错。通常是八成是会长的。那么现在白棋是连笑，长在这里是比较硬朗。我不太确定他这个长是不是有备而来，但是看起来他下了一个一间高加，又下成这个样子的话，是不是对这个局部有研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个得问他本人才知道。这个应该是长可能有研究的，这是最强硬的一个下法。对，您以前见过这个长吗？我好像没有见。我见过。您见到过。就是这个实战那样的，有过他们有过有那样的进程研究，有过这个研究。难怪那个是很强的。是但是呢，要别的条件，可能刚刚能够用力啊，能够说不定能成功。哦，也许是这样。但是黑棋这个也很强。对。直接这么走不好啊！你不管是走哪个，都正好是
白棋愿意，你不管党哪面啊、哦，对，白棋党哪边都不行，都喜欢。而且现在党里边的话，他就拐了爬出来了啊，对，党里面他就能够尝出来，两个捉不住，啊、是的，白棋这棋精吃比较麻烦，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他贴这个是强，贴这个。单贴，这是。如果你再长一步，那我就不同了。那再打就不一样了。哎，对对对对对，你不管是打了，我挡这个你就麻烦了。嗯。你这么被我踢掉，你就麻烦了。对，是吧？他本来这下是贴不着的。对对对。你打了挡的话，人家恨不得就拐打了打下去也可以。他还有别的下，还可以拐打是吧？嗯。现在他走这个，他贴。那么使得白棋只有一条路，嗯，你只有打下去了。对，这个好像没得选了。这是一个最强硬的下法，嗯，只有这个，是粘的话他爬过了，走这个，嗯，对，粘上，对，这是必须粘，你被断也不行啊。他那么黑棋把这个提了是必然，这个是不行的，被他一长，是不是、啊？对，这一挖就麻烦了，这两边都成立了、所以说只他那一环扣一环，你只能走提，这成为定式，这是一个经过他们经过研究的。哦，是这样。哎，他就是说用蛮力啊，用在这儿，关键这个够狠的，这个最大的蛮力，这个是这都要需要平时有个精心研究。对，这个如果说是实在是说的，当时他自己现想的，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这个太猛了。这个形状出现过，嗯，出现过。这个就是比力量大了啊、哦，对，力量型，黑棋长，对对，白棋在搬，脚硬来，哎呀，这个是相当强的，相当强的，这棋下的很过瘾啊，我只能说相当强的，嗯，白棋就把它直接断了，双方对，双方都有毛病，嗯，你哪条路走呢？都是刚刚就是。说能够咬住，嗯，哎，很凶险，我觉得这棋凶险，双方都很凶险，凶险。但是呢，嗯、你哪条路来，我就都有办法，正好就把你堵住，是吧？对，都堵住，好像哪儿都不行。你，嗯，假如说我冲一个，假冲，好，我挡住，然后再打，打，我长，嗯，断打，断打，好，长一个，长，我冲一个，嗯，挡住，我们挖一个。你就没有办法了。这黑棋好像怎么都是差一棋，这看。哎，这个就有这个挖呢、嗯，你好像不好办。无论如何都差一棋，这个压外面也不行，压外面被他一扳。他扳打都是可以的、那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哎，所以也没法办了现在。哎，对，他是这条路是不可以的。嗯。哎。那么黑棋除了这个这条路好像也没有。可选择的道路并不是太多。对，他断着，但是这个实战他有个长、嗯，单长一个、嗯。单长。那么白棋这个时候得接了。对，因为争子要被这个打了长啊，争子打了长之后，这个有个争子，是吧？哦，争子也都不见得行，但是多打了一个长，中间有问题，你是不能那么用强。对对。哎，这个。如果说白棋要立这个啊，或者是贴这个的话，这中间太容易出毛病了。这个棋呢，它会这样。嗯。嗯。现在做什么呢？贴住这个好像也不太对啊。贴一个，对，贴这个，贴一个它粘上，是吧？啊。嗯。然后我也得长，不然被夹死了。有这个棋杀气呢，是吧？对。给我杀气。看着像白棋不行的样子。哦，这个棋我还是没有算过呢。嗯，没有算过，是不是这样的话，是不是黑棋差一棋啊？白棋差一棋。白棋差一棋。嗯。是先收哪？哦，您是接上的是吧？对。我还。这个棋那就是下法。那白棋还不错，那是您是不是先冲掉一下呢？冲掉吗？这个棋我看啊，这个棋要走在这儿的时候，假如这样，嗯，这必然是有，他会有招的，我觉得，有手段的，肯定是有研究的。哎、这如果说一个没看到的话，就完了这棋。对，如果这样，我们看啊，冲一个，挡住。长，如果说他接上的话，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把棋精吃掉了？这样哈啊，那不行。这个虽然说争子不利，但是黑棋可以夹死他。对，这夹死是不行的。这只能这样hold住，这很痛苦的被打一下。
哦，这样。然后接住，嗯，那么下成这样的话，这外面白棋已经跑不出来了，就看里面的杀气怎么样了。但是跟刚才相比的话，白棋的气，外气已经少了一口了，这多个了一口攻气。棋，应该是不可以。这个棋黑棋的下法多，啊，即使弃子，我觉得刚才啊那个弃子也是不行的。嗯，现在实战啊，我们这个时间这个变化相当的很复杂，复杂。但估计他们肯定是摆清楚了。对，粘在这里，这个棋，嗯，没有胆量说是走这个，这个现在是黑棋冲过来。冲下去，这个白棋不能挡，只能拐出来，在这儿，现在对，挡过来，这个棋争掉了，是吧？被打死了。只能拐最好，对，拐呢，黑棋立下来，嗯，然后白棋爬，对，然后搬一下，对，然后粘上，嗯，这个下得很硬啊，硬了。现在呢，因为你他不能挤，挖的对，挤的话，它会粘上，是的，是因的，为你断，它能够断这个，所以争他这子个不利。搬一个还是挺有用的，哦，是，如要果不他然来先不不及，搬的话，被挤断了。他挤，然后走这个，他尝这个，嗯，如果再吃，他能尝这个，他正好蒸不掉，两头都争不着哈。怎么都是蒸不掉的棋形。对，两头都争不掉，嗯，争子，啊，对，这面也不行，这面也不行，都争不掉，这几个都能用上，这个后就发挥了。没错，那么这个挤是不成立的，这不能挤，对。那么挖一个也是不可以，被人家打吃，打吃，因为也是没有劫财啊，嗯。你只能是粘上，你断不得，断被一气吃死一断一较吃了，嗯，就接不了了。这样就行了，对，在这儿，所以这个棋黑棋来了一个这个，接住，嗯，白棋被逼迫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是他来个急的，就是只能干脆坐我眼，卖一个，然后再卖一个还自钱，己做活。对，是的，我这个算活了，嗯，但是呢，就是让黑棋呢，你要是没有招的话，这个棋黑棋啊，这一路杀呢，白棋就用爬过去呢，好像白棋也能杀着。嗯，如果现在断，刚才他打说啊，吃，打吃，对，叫吃，虽然争不掉，但是它有个家。对，你这两棋，这后下面三棋，嗯，是的，也是这个硬来是不行，那么。但是他就是因为争子有利，他使得他有一个最后一个稻草，他一路可以扳一下，他可以搬过，度过了底下，扳一嗯，下，对。你打吃他，我叫一下，那我再断，就是少了一气白棋。对，是的，是的。你走这个呢，我走这个，就是说你如果粘上，粘上，那么它再断。断，对。现在紧了一气，刚才三气气，现不在变够，两气了，嗯，加一个都来不及了，没错，两边争不掉。是的。那么这是黑棋最后一个稻草，他因为有这么一路回家，嗯。这个局面本来是白棋吃黑，嗯，现在呢变成了黑棋能逃回家。对，那么最后的结果，实际上如果吃不到黑棋，有可能损目，这儿被提了。对，并不便宜。因为白棋走到的，我们看到这个角啊，活得很惨，啊，四目还欠一点，比较委屈的对，去卖一个，再自己做眼，已很经惨，很委屈了。是的，是的，他但是呢，这个黑棋让你委屈完了，我嗯。还也委屈的回家。对，那么隔算下来，黑棋不亏。对，然后白棋呢，外面虽然走得很厚，啊，但是你这个后势到底发挥在哪儿呢？人家这儿也是有头，这儿有个星卫小飞在这儿，你这后势好像很难发挥出它的效力。白棋当然不会去打下去阻度了，因为争子不利嘛。现在连引争也都来不及，因为这太厚。那么白棋应该是吃一个，打吃，打吃，嗯，黑棋回家，可以去团住在那黑棋儿，团住回家。对。这然后个白呢，棋，他把这个呢，这个本来你单尝两个，当然也能尝着，但是呢被扳起来有可能损，他干脆就这么定型了。定型完了之后呢，黑棋在这里打一个，提掉，提掉，然后然再后拆，拆二，这个拆二啊，你看一路回家没有眼位，这个嗯，拆这个很大，因为你
马上这都眼位没有活，所以这个拆不光是木的问题，这个非常大。嗯，拆到这个时候，应该说黑棋不亏。对，这算是告一段落 了。对，我也觉得黑棋好像便宜了，比刚才就是白棋，刚才刘老师他强调他要单长出来嘛，他觉得那样白棋的配置不错，因为白棋这个地方的间隔很好，拆四，再加上这里有木，但现在变成黑棋的了，人家拆了个二在这儿，那么白棋走到了什么呢？就是这儿把这两个子吃掉了，但是他这个后市对人家一心喂小飞，也不知道该干嘛。是，这个并非便宜。嗯，哎，这么转了一圈，这个棋呢，大战了一大圈之后呢，结果转过来之后，让黑棋就算一路度过啊。最后的结果一核算，黑棋便宜了。对，哎，这个棋呢，不是说这个丁是怎么样啊？这个丁是我并不、布局丁是不觉得，但是这个是黑棋便宜了。这个很明显，连校这个地方。这个自己也说亏了。哦，那看来他这个一间高家、人家拖断之后长出来的下法，这个、回去还得有问题，还得再研究研究。嗯、这个地方还有误算、哦。那么这里告一段落了、嗯，接下来白棋这个后势如何运用，这是一个问题。否则的话，这个局面很有可能就落后了。啊，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第十六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第十三局的对局，是由连笑对阵金志熙。那么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这最后一手是黑棋在这儿拆二，啊，这个局部呢，这个战役呢，白棋并不占优。虽然说啊，看起来黑棋很委屈的一二路度过了，但是人家度过之后，你在外面这个走到的东西并不多，而且呢，你这个后势要如何发挥呢？如果不发挥的话，那你这目数就单白白就亏掉了，然后又被人家走到这儿，这边是两个人要争夺的地方，是被黑棋走去了。哦，那么接下来呢，白棋这棋在这儿点了一个，点三三，嗯，直接的切入，嗯，这个比较狠，是的，他觉得这么厚，这边损失控了，那么我直接三三，嗯，当然这个棋是这个也很普通。对啊，走二路漏也很常见。这个多数会走这个。嗯。这个应该也不错。对。我觉得也不错。是的。但是他是不是觉得这个棋哦，好像这个定势有点吃亏了，就是想下得更积极一些？有可能。嗯。更过一些。直接就这么三三。嗯。下得挺狠的。对对对，而且爬一个，这是通常。这个是不愿意这么下的白棋啊，然后虎一个，被打吃。现在做劫呢，觉得劫财，并不合算。对，这好像没有合适的劫财。他不没敢劫财，这样没敢劫财、哦。对，没有，他就接上了，没打劫财。嗯，但是接上了，那么他虎一个，搬粘。对，这个棋，应该说那脚有点委屈。对，感觉有点委屈，一般是不这么下的。嗯，但是他觉得这个棋啊都定型了，我后，就这么下了。但是实际这个棋是亏的，我不赞成这个。您觉得是刚才还是二路漏一个漏一个可能好一点？这么下，黑棋补一个。嗯，这个就局部让黑棋下后了。嗯。刘老师，他这个飞是一定要补吗？在这个局？我觉得很大，很大。不走呢，这个地方有点。哦，点他一下。点一个，嗯，你这个棋大概粘上。嗯。那么我就跳一个，本身你没有活，你的后势没活。是的。哎，而且对于我来说，我中央发狠了，我走这个呢也防止你点。对。我就有反击，这个挺大的。没错，这走一个还是对，非常厚实的一个下法。黑棋这个是不能缺的一招棋。嗯，对。那么走成这样之后，就是接下来其实可以下的棋并不多了，就是两个人啊，大致上该占的都已经占完了。对，那面占完了，嗯，这面该走了，因为你现在这个也不小啊，拆一。如果拆一的话，这个地方啊，它顶一个是也很大。对，顶过来等于这个子已经跑掉了。顶一个呢，应该是这样。应该这样，这个也不小。嗯，你不能走这个，走这个被他这冲完，这个不行的。
这个不好啊，对吧？对，这个就有棋了。这个反正不太行，如果挡住的话，他可以搬完了再一打吃。对，这个就麻烦了，啊、是吧？这个棋是的，他有这个棋是出问题。哎，对，这个顶完搬过来是个，等于是个大官子。嗯。哎，你粘上他搬粘之后呢，脚上还有点，是不是？对。本身哎，对，这里面还有味道。对。这上面也有点，这个棋很大。所以木非常巨大。对，所以这个棋，它这个是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对。白棋就补了一个在这儿，对，这个就是间接补这个顶。我如果再顶，这个棋就走这个了，因为有了它。嗯，因为有这个，再两扳没有用了，是吧？对，这都没有用了，再冲完打了它能粘上，这个棋它就补了。这个间接是补的这个顶，这个顶的大官子，把这个消掉，这棋而且能够远远的瞄着。这个残子有可能救回来，对，是吧？接回来。哎，这个棋就是一个很大的棋，是。这个地方，必然是要，应该是该往这个地方走了。就下成这样之后呢，就觉得这个局面啊，应该是进入大官子。对。但是这个局面呢，就很麻烦的一点，我们看不到眼见的说这个大官子，比如说像，比如说星位啊，挂完了、飞完了，这个二路爬这样的大官子看不见。对。那么接下来这棋黑棋到底应该怎么收呢？该怎么走？这个是一个难题，因为呢，刚才刘老师强调这个地方，这个白棋这拆一其实也挺大，其实很大。但是如果说你不走呢，你能把它怎么样？你拆一吗？好像也觉得太无力了一点。拆一稍微委屈，这儿是因为有后啊，在这个地方委屈一点，是吧？这怎么走呢？怎么收？这个地方是很有，这个地方是金之棋强的地方，是吧？他走了一步狠的招，这是他的风格。我们看。他虽然说这里还离着拆三，但是呢，他觉得二路这个直接点进去是可以成功的，这是一步狠招，是强有力的一个手段。他什么意思呢？啊，你如果挡，我有一个这个棋。对，他有个家。哎，现在你不能拐下去，拐下去被断掉。对了，这招棋 这就麻烦了。如果你粘上，那我爬回来，这个太舒服了。又留官子又进攻，这最好的了。对。所以这个点呢，你好像不能从这边走。就不能挡，那么既然不能挡，那我又要防你家，我只能从这边。这是最强，是走这个。是的。他来一个硬爬过来。嗯。这个棋呢，因为有这个子，你如果被我爬过来，这个眼位都是问题。我又捞空又来进攻，那最好的了。那最合适。你最强的是搬下来，最强搬住他。这就成为必然的了。嗯。那么我就断，他来一个反气子。白棋长，对你走别的还真不行。你如果说打吃，打吃我长，黑棋长，那气已经不够了。你大概最强的是这个，我大概这个。你多打这个呢，我把两个子吃完，你的眼位有问题。嗯，黑棋希望走成这样，对，这个不行。这个白棋无论如何啊，就不能变成一块孤棋飘在上面。嗯，如果说这样的话，这两个子又被吃了，然后自己还得往外跑的话，他您的眼位还有问题，差不多了。这个黑棋希望这样、嗯，所以这个你又成为一个必然的办法。最强的是什么？我断你长。二路单长。对，这是最强，也是也只能这么抵抗。对，如果说白棋翻吃上来呢，其实黑棋也不用下个很复杂的局面，就这样就行了，然后把你一路包进去。对，就这样，就干脆就是、包进去就行了。最关键是他能够这么非常舒服的这一搬，这搬完之后你关键没有活，这块棋就现在就要做眼去了。一个是这么吃，一个是让你放你放生，让你回家，都是亏的。对，都是亏的，这个都不能赞同。所以白棋呢也不能打吃，你看起来是把人家两个子吃掉了，但是吃掉完了并不好。所以呢，就剩下单长。这个地方是黑棋精彩的地方，他来一个点完，直接最强硬的一个手段，施展一个最强手段。没错。这个一路走呢，是黑棋一下走后了。打吃。打吃。对。这个是。再来，这两个比较舒服。嗯。打吃完了。这不是有个双叫吃吗？干脆我就压一个。盖住。嗯。现在你有选择吧？就算你如果打吃，好，我就粘上，没关系，粘上。哦，您就粘上。粘上，粘上。我还以为您要顶一个。顶一个哈。嗯。这个就可以了。这样黑棋挺满意是吗？就算可以。嗯，结束。他主要是这一下受不了。这搬一个太大了。太大了。搬这个。嗯。只能这样。对对对对对对，他就算走一个，
这个棋啊，这个搬一下太舒服了，已经可以了，已经可以下成这样，黑棋非常满意，非常满意。嗯，那么你顶那个也可以选择，不、啊、只是说你这个白棋都不妥、哦，都不好。哎，这个也是黑棋好的局面。是。哎，这个都是他那个点呢、啊，都是成功的，都奏效，这个都能成立。总这样一走，这个呢，白棋最强的是侯一个，对，这个是最强的，看似委屈，但是必须要这么下。其实这个非常大，这是一个大关子，非常大，非常大。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后续说。对，比大家想象的更加大。对，之后我们再来看。还要大。哎，看着现在是委屈了，但是这也是争胜负，只能这么忍。对对。哎，之后白黑棋外面虚花花一片。哎，这个时候。嗯。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白棋下这个是不是太很忍耐哦，很不舒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这步比大家看到的、想象到的更加大。哎，因为脚上还是有一些后续的手段。黑棋点一个顺风满帆，黑棋好得很。这个时候，对，哎，这个时候是他全局最好的时候，形势最得意的时候，也就在这个时候。嗯，哎，这个时候从此之后呢，黑棋。过一乐关了，走上下坡路是吗？嗯，太顺了。嗯，这个时候，你想想他走什么啊？黑棋。这接下来黑棋不是应该想着继续扩张中间吗？我觉得这个是他太得意了。对啊，非常很容易想到的想法，比如说我下一个简单的跳一个，啊，这样，这都是有可能。哎，他去他，我觉得比那个最好的办法还不是这个，他是走实战，先说他实战，他是走的这个。接住，这个实战就有点太乐观，没必要。对啊，为什么要接这个呢？现在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在这儿点一个，先点一下，点一个，是先是最积极的下法。那点这个，如果想确保他这个顶不出来，我哎，对你要是走别的，我这一顶都要出棋。嗯，你走这个呢，这以后有拖有尖，这都是反正总是好的，都是先走的。有了这个之后呢，你如果想收控，那你们就收控就完了。假如说白棋搬呢，他就您就虎一个，虎一个也行，连搬也行，都可以。对对，哎，都是说虎一个可能比较实惠。对，我也觉得虎一个实惠。哎，反正你也不能让我这么冲出去吧，这个有点。这样呢，我就硬着走控啊，就这个棋很好。对，我也觉得黑棋是一般你尝这个，我就贴着就这样就行。那不就看得见的目的，就出来了。还要去补这个吗？直接补控，这样的话你的胜的基本就不会跑这个棋。对，白棋很难赢。然后这个棋他应该走一下。嗯，他没走，走在这儿。他接住。不明白这个棋就是感觉太好了，太乐观了。主要之前太舒服了，嗯，一路。这个成功之后，这个时候没有再积极的去走了。这个棋粘上一个，这粘在这儿给人感觉像是，这棋我已经好的都不会下了，那个意思。哎，对对，像停一手似的啊。是的，这的确是粘上，即使粘上也是他好。嗯，我认为也是他好。嗯，哎，这个没有点是他的，这是常规手段。对对对，常规手段。他没走。哎，走完之后，那你哪怕你不靠，你又再扔一个，啊，也比那个强。是的，是吧？现在白棋走。白棋跳一个，跳一个好，在这儿，这先试一下。嗯，然后如果他肯忍呢，白棋已经便宜着了。这个棋应该走，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去走一个，这先手再挡一个没关系。这个棋，白棋的应该给他。该贴住的地方就得贴住。必须要走，你点一个你就挡。对对，这个棋黑棋还是形势明显好，明显好，黑棋应该这么下。哎，那么。这个棋开始了，嗯，他点走了这个之后呢，白棋居然，黑棋居然不走，走这个，这个就不理解，这个就有点反映出这种战斗型棋风啊，他就不想不明白跟着你硬，他觉得被你跳一下，这个是亏的，这个是亏的，这个太虚了，这那个尖一个太重要，因为里面你的毛病出来了，他有点挡不住了，他如果你挡在这儿，人家一长又拐进来了，你的毛病都出来，在自己有毛病的地方。围控是最佳的，你在自己挡住哈，这个敞着胸怀，自己毛病一大堆的放进去。如果你铁后放进来没事儿，你现在自身有很多断点。是的。现在关键是什么？他尖了之后，他走这个，这是没问题。接上。
关键是去煎一个不理解。它煎在这儿。这个大吗？实在是大的东地方太多了，随便煎一个，靠一个，嗯，随便搬一个都比那个大。对，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去走这？难道你还想吃这一块吗？对，他好像有这意思，就是看着他想。白棋走也不过是这么冲了打，冲了打你再打一个退一个，而没几目，很小。几目棋？三目棋？五目棋？这个棋我觉得最佳可能是飞这个。飞在这儿。哎，飞在这里呢，你下一步再煎，那不补活，让他补活。对，那可以。逼迫白棋去冲了打。对，你让他去吃一个，那他几目棋？三目棋还不给人家，黑茫茫的一片。对，这样的话更加有利。嗯，那么这么就断点就忽略不计，以后随便他了。对，这个棋那你是你要强，强调你的效率，那这个可以考虑。嗯，这个不明白，这个我认为如此一走，我认为我要投的话，我认为这个棋我也下白棋了，不能连续一而再再而三，一步、两步三步棋，这个棋就已经本来的优势荡然无存。关键是他接上本来是要把这儿的空想围住，但你空围了半天，我们现在数了几目棋出来，数不出目了。除非你当时真的你好了80目，现在你过去你就算好10目、20目，早就出去了、这个棋已经不对了。对，这个时候。已经不得，关键是连笑下的还不错呢。他下的非常好。他在这儿。他点了一下。你这个棋已经不知怎么应了。本来以为这棋呢收官啊，这样算当然是他最希望，但是这他没想到这个好。对，他这个有个二路点。对，这个二路点黑棋能够说，比如说我这跳下去能把它进杀杀掉吗？走这个。爬一个。对。但是现在这个呢，关键你这个棋呢有个断，你要这样的话，这个棋里面必有个断。对，关键是有个断点。哎，有断点，哎，有断点。你看这个走哪个都不行。对对，有个断点，如果长就被断掉了。有断掉，哎，这不行。这个断，这个棋呢本身真的是有棋，确实是被人家一点，上面有断点。嗯。哎，这个棋是，除非你补在这里。嗯。当然补这里。对。这个棋一点呢。就麻烦你挡这个人家爬回来了，这爬回来就跟有先手味道，一路大飞相比的话差好几目，对，哎，差好多呢。哎，你这个冲完挡住搬一个，然后搬了，关键是先手，你走力他还能断你一下，先手这个把目数都收掉了、哎。那么他挡一个，被他一爬，他很难过。那他不知道怎么搬这个了，他是走这个，刚才说有断，他搬这个。嗯，他搬这个倒是你搬他有个家，这行了。嗯，但是呢，这个棋子人家这个有个搬呢。搬粘也行，粘也就可以，粘就可以。哦，你这有个搬子活了，那这个你这个搬了，我这吃这好中间这有问题，这本身就回家了。对对对，那这个也是有的，是吧？对啊，这个脚上已经有棋了，就不管怎么说。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棋先这样吧，只能是啊。然后这个棋白棋下的好，嗯，连笑这个时候不错，他走什么了？他走这儿。飞了一个，哎，本身大，嗯，防止了刚才我说这个靠，对啊，对啊，对吧？就是、我多一个加工呢，当然就没问题了，是吧？现在他这个好棋都连上了，哎，然后呢？这看看这个脚还是大，所以他立了一下在这儿，亏了，嗯，亏了，这个黑棋亏了。那本来黑棋它可以挡在这儿的，是这样的。这个反正意义都差不多，哦、这倒没事儿，这差不多了已经，哎，这差不多，但是你补了这一手，差一手棋，那么多大棋。这我随便煎一煎也比那个大，是吧？哎，这个也应该先走掉。嗯，这个棋要点完之后，这里还有托。对，哎，这个不管怎么说，这个棋也应该先煎完再走。嗯，哎，这个棋没有走，他单走这个。白棋呢？这个棋，他就把这个煎掉。大，很大，很大，巨大。这大官子几乎都是白棋给走到。哎，都尖啊！对，不知道黑棋在走什么。然后黑棋这个时候用强。了吧，嗯，别的地方用强，因为这个地方都有头了，对，这东西都没有用了，对，只能用这个了。他搬了贴住，贴住，想把这个木再撑一撑，那么你长呢，他就再撑撑，是吧？对对对，这个棋，这样倒还是如此，都很难说谁赢，对对。但是呢，白棋这个我觉得反击对的，嗯，他下的很强、哦，我这长一个，对，这里这个棋走了一下，黑棋要吃掉白棋不容易。
这个因为往外跑的路太宽了，对，这个地方有借用了，已经交换着了，接应，而且对，我觉得这个时候黑棋就已经不乐观了，已经不乐观。我要是应该说是我就已经站在白棋的立场了，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了。虽然说这个黑棋确实也下得不好，这个接和这个跳，都下得有问题，但是确实连笑的表现也很出色。像这个跳他一下，他先麻他一下，然后呢，这里是亮了一个手筋。后半盘，我不知道他黑棋这下的什么。这之前他这个很漂亮，走完之后那个黑棋，我们都对连笑啊不抱希望了。后半盘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人，这个后半盘是完全是连笑一个人在下。就看起来这个好像后半盘连笑更占优。占的优的很多，后半盘这个金志熙，不明白，这个棋应该说差的很多，他就尖一尖，因为现在这个地方这个三个变成了本来是围控的，现在变成麻烦自己要跑的感觉。对，是的，那黑棋呢这儿又跳一个，这跳一个很大呀，他这尖一个是吧？是的，然后黑棋只能很委屈的连回去。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形状很麻烦，这个地方有断，这有跳，这个还没回家，这个地方本来是可以围控的，对，现在是要忙，穷于忙着回家，怎么样忙着回家的问题，是很麻烦。跳这个，他现在跳在这儿，对，但其实跳在这儿呢，他是有隐患的，味道很坏，味道很坏，对，你看原来你补半天，这个地方没有木，是回家。那之前呢，这个不走，随便怎么挡也不至于，也围个十目二十目都是没问题的。对，是的。而现在就不同了，现在是这个不明白。我们在数它，就是从大飞以后在这儿走了那么多个，结果能数出来的目现在就剩下这三目棋，这三目棋还有没有还不知道。它是目啊，越走越少。对，越走越少。是的，现在白棋把这个补上，这个很大，这个本身一靠呢。关键棋筋它还走活了，都通了，这本身也目也大，目也很大，它连回来了，挺好，就我们下到现在为止，实在是不知道金志熙这从收官开始收到现在，他究竟下了些什么。这个这说明我之所以说不说他还跟这个李昌镐还是有距离。所以李昌镐后半盘为什么那么强？而且后半盘我原完全不是这一个等级，后半盘差的太多。对，这个金志熙这个后半盘呢，这个这个水平比连笑这个差的很多。对啊，真的觉得，而且连笑后来说他是对自己后半盘的表现，也就是打80分，可能还不是最好。当然这也有点自信啊。但是反过来说的话，我们也看到金志熙确实这个后半盘下的不怎么样，不好，这个不好。这个棋是不是黑棋拐一个？现在黑棋飞了一个在这儿，好，飞这儿一个地方有个扳，然后怎么胡打一下，或者是先扣他几目棋，对，白棋小尖。那么这个时候金志熙也不能手软了，先扳。这个好像还是先拐的。哦，先拐掉。先拐掉。哦，先拐掉之后再飞。再飞。他怕这个被贴。哦。然后呢，白棋再接。因为你这个拐掉了。尖呢也是连好了，这个联络有关系。这个走一个，这个棋不能白棋必须要走。对，这个粘上。这个里面呢，本来点完这个利用，现在都完全过，就事过境迁了。压一个，这都白棋走的这个位置都挺好。对，现在这个地方也没断了，很合适。因为你这个，因为有一个尖呢，你这个冲不断了，是吧？这里有个道谱，这个尖是很重要。对，所以这样呢，它就联络了。然后黑棋呢，现在小尖一个在这儿。这个棋怎么老在一路上走呢？这个棋，我觉得这个棋二路比那个大吧，这个比那个大吧。虎一个，这个应该是目比那个大。为什么要尖掉吗？可能他担心这个味道，对对对，中间的味道，还是为了味道。那个一路走，我觉得这个应该比那个大。要是这个时候拼命，也应该走一下。先虎掉，先虎一个，虎一个这个大。本身，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官子啊。这个虎呢确实也挺大的，他之所以走那个一路尖呢，我想刘老师他可能是觉得
白棋加下去是先手，他得单关连回去，然后再加上那边的木，还有这个白棋度过的余味呢，可能这单从木数来说也是有一定价值的。你说价值，虽然那样，我觉得拼一下还是想走，还是想虎这个、这个、是吧？这个一路尖一个，敢走在一路上，觉得不够大，这被白棋再尖住吧。对，你既然不走，他可能预计你本来走这个，你不走我要走这个。嗯，好，那么黑棋吃一个。对，吃了一下，吃一个先手，然后这个先手，因为听不断嘛，提掉，提掉先手，他把这些该收的都收了，收掉，然后中间冲了一下，冲一个，这个好，挡住，对，把这个扳住，这个冲完为什么不走掉吧？这还有保留吗？丁掉是吧？哎，丁掉那他只有节省，哎，也没有什么好选，要走掉，走掉这个没有必要保留了，然后这个扳一个，走一个先手是吧？不是，这个是官子，本身它长也大，对，然后白棋虎一个，对，这个怕以后来不及，应该先走掉，那么他下成这样、哎、下成这样之后呢，我在想，当然他当时肯定是没有看见，我们是看了棋谱才知道的哈，对，这黑棋是不是可以考虑先补一个，比如说这样，不，然后挤了把这棋就先走掉，这个就先走这个，哎，走这个就走掉，就走、这个、把这个走掉，哎，那这个如果是功夫深一点，就把它走掉，然后再走别的。他肯定是没看见，走掉之后可能就好一点，反正这个也没有什么保留的了，对，没有什么保留的了，顶不顶也干脆先走掉，现在也正好打将走掉，他没走，他是走的什么？他是单立了一个，这是逆收，很大，也很大，对，是的，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走掉。这个走掉，这再走这个，就要盯掉是吗？这个盯掉，这个盯掉，然后再走这个是最佳，是吧？两个都走掉，他就是单走的，走了这个之后呢，其实就差这一个次序，但是这个就棋就完全不一样了，白棋现在拐，拐一个，然后黑棋虎住，对，白棋搬进来在这儿，这个呢，要说刚才还有点希望的，这个一击一下子就。现在就已经不行了，麻烦了，对，这就他崩溃了。为什么？怎么因为走在这个时候，黑棋这个来不及。他如果走这个，被这一点，如果你冲，他可以冲这个。他冲这儿是吗？不冲这个，哦、冲这个，这个够狠的。你走这个，他有这个。哦，他打吃。对。然后他接上。可以冲这个。哦。这个地方有这个冲，这个黑棋就麻烦了、哦。是这样，那他已经连不上了。如果走这儿呢，他接上。他吃这个，这吃完了全断，就全部死进去了。对对对，崩溃，这个崩溃了，全部死掉了。所以有这个点。嗯。如果你这个把这个如果先走掉，先棋走掉，这个还行。他就挤一个。而且挤这个，对，这个还能来得及。挤一个。不，这也要在这个之前。对，这个一定要先顶掉。搬的时候挤掉，然后再走这个。再走这个。再走这个，它能粘住。对，它粘住就行。这样还能够抵抗。而没有走上这个之后呢？现在是他搬的时候呢，因为有这个点，他情他现在看见了，但是来不及了，急了，因为他现在急了一个，哎，对对对对对，接住，对对对，然后呢，黑棋断掉，这个时候这个来不及了啊，对，这因为他能够粘上这个先手，走不着了，哎，你挤走这个，他打着粘上先手，我这个先手。然后他只能接上，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木数是亏不起的，不能亏两。关键这个还是有，对，仍然存在。嗯，你现在这个走这个被他能够冲断了。人家冲断你，把你这尾巴全切掉了。对，他关键是这个来不及了，现在再来这个时候人家冲这个了，这个也来不及了，你看见没有？这是我说是这个之前也要盯掉，这个时候再也没有机会盯了。是的。所以这个盯掉，这个盯掉再走是最佳。嗯。现在都来不及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下成这样黑棋这棋，已经不行了。但是他顽强抵抗，对，还有他走了两下，他是这儿对打了将，打将，然后又打将，打将，然后这儿还打了个将，对他搬了一下，考验一下白棋。其实白棋挡也可以，对，是的，他这缩了一个，这个也没关系啊。然后走成这样，他又打将，这个都是先手，把这个给走啊。我想金志熙肯定是看到他这个接住是不行的，想做结了，这都是顽强一下啊。好，实际是这个是没有问题，走这个走这个啊。然后他把这个接上了，现在接上是顽强，这个棋是不可以的。接住，对，
这个棋啊，他们两个也走了一个好笑的。他是吃的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打吃就很明显就不行了。这个就彻底就可以，如果这样就站起来，正好都差一棋，你看这都来不及了。嗯，你怎么着都来不及了，你只能吃这个，就要吃一路滚包断的，这个正好差一棋。如果走成这样，可能当时就结束。其实我觉得金志熙肯定看见了，但是他怎么也要挣扎一下，他看看连校。那么连校没看见？连校肯定是没看见，如果看见他不会打劫了。可是，嗯，他走这个，他是铺完了打吃这个。对对对对。啊，然后呢，黑棋这儿吃先尝过一下，对，然后呢他又贴回来跟他打劫，也很可笑。嗯、这个棋那正好这个劫呢也是连校行可以打吃，能够成立。但是呢那个连校没看见，我觉得也很可笑。是、啊、是不是其实也没看到也有可能。他说呢，他后来被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就看到这个变化我可以，然后我就这么下了，就没看别的变化。哦，这样啊。然后提了一下，了嗯，黑棋长找这个劫，白棋就把这个抓掉了。哇，这个棋太有意思了。这个棋白棋那个不粘上，这拼命没有劫了啊。嗯，那么拐吃把这个角成了一个大转换了，然后白棋并这个。哎呀，本来并完之后他还能双，现在没有了，他是走这个、啊、他提掉啊，提掉跟他交换了一下，把这个连回来。哦，白棋小尖，他就把这个挤了，白棋搬这个金志熙，终于没有在这儿继续跟人家打劫。这个棋应该说是应该补这个，对啊，但是白棋吃这个，把这个切下来，这个棋也是不够了，对，肯定是输了，也是输掉了，这个也输掉了，嗯，但是这个他是顽强一下，对、嗯，走这个，那这个变成打劫了，你走这个点了偷了打劫，那劫财那劫财太多了，这都是劫财，那这也是劫财，嗯，那就也不成为胜负了，对，那么之前你看他还。这个连校本来一路可以走掉，他居然是走成这样的结局。对，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就是直白的连校是中盘战胜了金志熙，为中国队呢把农心杯带回了家，非常高兴，这是中国队第四次获得农心杯的胜利了，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好，那么今天这盘棋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